政或者非寻常，手机传递音关系震动，手机响上安慰。欢迎大家来到球世杯2020中式台球大师赛分站赛秦皇岛站的比赛现场。接下来进行的是第二阶段121至136场的比赛。下面介绍出场裁判员及运动员。四号台裁判员侯云博，运动员黄维、马文冰。五号台裁判员张湘云，运动员谷雨鹏、寇燕琪。六号台裁判员刘凯，运动员郑学伟、曲爱佳。七号台裁判员张星星，运动员刘喜生、管振。八号台裁判员叶七夏，运动员郎国建、王清。九号台裁判员周世龙，运动员王玉红、夏飞竹。十号台裁判员李亚帆，运动员李振、荣毅。十一号台裁判员杜怀玉，运动员马欣、张荣林。十二号台裁判员刘东来，运动员吴振宇、殷广南。十四号台裁判员王瑶瑶，运动员周晨、郑凯。十五号台裁判员冯亚
刘正杰。16号台，裁判员范文涛，运动员孙鹏、汪洋。17号台，裁判员张毅，运动员王珂、宁旭飞。TV 台，裁判员孙树静，记录裁判员魏思、韩新瑞，运动员张蓝天、李贺文。现在比赛开始。上面。
第二天下飞机开球。
玉红胜，第三十二名，蔡振凯。第四局，容易自己。Thank you.
比分3-1。Thank you.
六曲《咏意开始》。Thank you.
六局，李振胜一分。
官方暂停10分钟，10分钟一到，看自己。
容易开球。Thank you.
对。怎么来的呀？都挺好的。我这边有这不有比赛吗？就没过去。要是比赛之前能过去。